今天还是屏东的很多地方还是属于台风的这个威胁，那尤其在山区，那从昨天晚上三地门乡我们的德文还有相关的村落就已经撤离到我们的收容中心三地门的这个体育馆，那我也就近来巡视，第一时间来巡视，那谢谢我们吴立华委员就近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忙跟中央联系，也谢谢三地门的乡长，那我们刚刚也跟我们的族人打气，请大家多忍耐一点，因为这个山区两边的降雨量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很担心这个土石松软，那也要求也拜托乡亲再忍耐一下，我们确保山上的这个道路通畅，然后确保这个安全无虞的时候我们再来回家，请乡亲多给我们一点点体谅，那也请大家多多的忍耐跟配合。